내 빙거. こんな土地に山ほどの宝があるとは、中国人には不要なものだ。我々が早く管理すべきだったな。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只要我哋团结起嚟，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人可以欺负到我哋。汉奸！我叫你保护嗰啲人啊，守护村啲嗰啲啊，咁多人，我点样保护啊？你唔怕死咩？咁你又系边个？陈真嗰阵时唔系俾秦博杀咗啦咩？佢未死。